当然宰折住了收起来。与我们在座主耶稣所亲爱的，这来思考圣经当中对这个教会仆人的条件和教训是什么来思考。那对于圣经里面仆人的条件是什么来思考。在这当中哦，小弟没特别为着咱的人选来讲任何。哦，小弟不会为这个人选来特别说好话，但是一定会照着圣经里面的教训和大家来说明咱这提名的条件和原因呢。但是一定会说明要圣经的条件来解释这个提名的理由跟原因。嘛，恩马主耶稣灵运行咱中间。愿主耶稣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咱在座诸位许多兄弟姊妹，让我们诸位弟兄姐妹，拢会当照着神所赐予咱的经文，一起来思考。都照着神给我们的经文的启示来思考。不是单单照着咱的喜爱，是咱的想法来做决定，不是只按照我们的喜爱，我们的那个喜好来决定。因为小弟过去有一段时间吼，总会教牧处。小弟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在总会的教牧处，咱凭爱心工程是为吼，我们当下教会的选举人选确实出问题啊。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教会在推选人选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不是咱梅山教会啦。并不是梅山教会，不管是负责人也好，用职也好，不论是负责人或者是长职，所以那段时间小弟还要负责长老职事案例前的讲习会。那时候小弟还要负责长老职事的这个讲习会。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咱若无将圣经内面对咱选入教会仆人的观念清楚。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圣经里选立仆人的条件很清楚，有当时啊，教会虽然是安尼，大家祈祷选出来啊。虽然教会虽然大家是用祷告来选出来的，但是选出来的人却是无支持本会的共信基督，这问题就大了呢。但是推选出来的人却不相信本会的共信之道，大家讲安怎会选安尼？因为就是选讲这个人对我好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在选这个人是不是对我好？这个人做工有一个心哦。这个人做圣工有没有热心？这个人爱心哦。这个人有没有爱心？这个人骨力哦。这个人有没有勤劳？这个人跟引导的人对别人有高情不？这个人对其他或是别人，他有没有好好的对待？所以大小弟讲的遐条件，大家试看卖了哦。所以小弟讲的条件，大家思考看看。嘿，不是基督徒就会使安尼。无信耶稣的人全部会使有这个条件，大家相信不是？那个不是基督徒，只要外面没有信主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不然大家想讲啊，唔对啊，那你选教会人啊，当然没去选定不是基督徒的啊。那你会说，我们当然是从教会里面的人推选出来的。我选的这贴心啦、骨力啦、高招好啦、顶顶顶，这暂时和得救有绝对的关系吗？那所说的爱心、勤劳、对待人、热心，这个难道都是得救的条件吗？这个是搞不出发现啦，有这少数的呀。进前无分辨，到尾来发现讲，伊连对咱这得救的要道啊，拢无100%赞成，嘛无了解。那小弟就有遇到这个选出来的人对我们得救的这个道理啊，他没有很认同。哇，这对教会影响就大哎。这对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怪要怪啥人？那这个要怪什么人？这爱怪传道啦。这个要怪传道。最起码小弟是心寒一家吼，包括出口去拢讲吼，这是传道爱做的。那在总会上课，我都会说这个是传道要做的。传道你先啊，就会讲平常时。干那足少做像今仔日咱要做代志，你都无甲圣经内面这部分的道理拢讲啊，兄弟姊妹了解。那我跟他们说，为什么好像这个很少做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跟弟兄姐妹解释圣经的道理？先啊，怪传道。啊，为什么怪传道？因为这个道理平常时兄弟姊妹其他人都无，因个未去讲这嘛，对不？因为平时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会讲到这个方面。无啦，咱嘛唔通认为讲这个，不管是选负责人啊、选中心吼，久久啊，一十当才一遍，所以嘛免他直讲，安尼唔对啦。那也不是说因为很久才推选一次，所以就不需要讲这些道理。这个拢圣经的经文呢，未少呢。
啊，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咱若无平常时，甲这圣经话讲啊清楚，临时临了啊，哪会当接着神的观念来做好咱应当做的？那如果我们道理都不解释清楚，要如何啊用这个观念来这个推选？他都在当时题外话，我够足有感触的。啊，这个是一段题外话，我自己有感触。后尾你告诉我时阵，我慢慢设计哈，对今嘛现今的张乐甲技术。没有心扎啦，所以我在把你设计这套啦。我在教牧部没有，我也针对现任的长职来设计一套审查的制度。不是噶，对今嘛也跟你做传道的呀，不是只有现任当传道的人。当然，这咱可能祈祷啦，这和教会将来有关的祷告就来做了。当然，我们要放在祷告这个对于将来教会的事是有影响的。那先爱让咱在座亲来兄弟姊妹了解，为什么教会爱选立一挂仆人？那要先让弟兄姐妹了解，为什么教会要选立仆人？最简单一句话，就是为着神的教会需要。简单的来说，就是为神的教会的需要。教会选立仆人，这个仆人的职分啊，不是为了奖赏，是为了奖赏。教会这个推选仆人，并不是为了奖赏。咱们再讲一个以前嘛发现错误的观念吼，有的人甲暗里技术甲张乐当作是仇佣，大家听有无？仇佣啊！有的人会把暗里执事长老当作是一种仇佣。小弟无认为安尼啊，小弟我跟我做比较了。我讲得很什么叫做错用？就是过去伊伫教会服侍偌久啦，几十单啦，做过偌济，所以即马爱安怎？安尼叫做错用啦。所谓错用，不是说过去他在教会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才要案例。无啊，然后所以一案例了后啊，就少数的吼，一案例了后，伊就拍算要退休啊，啊，不这是名誉职吗？啊，有些少数的人被案例之后，他就。想要退休了。本来你看咱当技术啊，那个对啊，我起码不是你解剖啦，你卖拍摄啦吼。伊做技术要跟你肩负责任，这是足正确的啦。以陈执事来说，他当执事还兼任负责人。但案例中一出来就是要更加服侍教会啊。我们案例执事就是要更加的服侍。这不是初用职嘛，不是名誉职啊，你大家了解不？这个不是仇庸，也不是名誉。这句话讲起本质是要选立教会仆人呢。这个要选立教会的仆人。你讲我年纪这么大，说我年纪那么大，摩西八十岁才叫出来做，咱大家有法度哦。摩西八十岁才被呼召，是我叫出来，是神叫出来，而且是神呼召出来的。所以咱首先有一个观念，教会的任何一个职分，绝对不是奖赏，这一定要记得。那我们要先记得，教会的职份绝对不是奖赏。佮亲像小弟来做团队，并不是当初是小弟对教会偌济贡贡献呢。就如同小弟来当传道，不是因为小弟对教会有多少贡献。嘛不是小弟因带过偌济慕道者来信主呢。也不是小弟带领多少慕道人朋友来信主。不是因为安尼做团队啊。不是因为这样才出来当传道。仆人的职分绝对不是照着因素安尼尔。仆人的职分不只是按着恩赐而已。那那些讲啊，这样因素关系不是安尼哦。那我们说这和恩赐有关系，其实不是。仆人的职分嘛，不是照着伊信主甲服侍的年资来决定的。仆人也不是要按着信主的年资，多做安尼在做比小弟信较久的，大家拢爱做团队啊。那如果这样子在座比小弟信得更久的人都要出来当传道。仆人的职分是天顶的神照着伊的旨意来感动人、托付人诶。这个仆人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感动我们的人所选出来的。对，无小弟服侍甲信主的年资，万万无法度比着咱在座诸位许多啦。小弟信主服侍的年资都比不上我们在座的多长。咱来看两则经文哦。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咱且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三节跟十四节。兄弟啊，我唔是也做家己已经得到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未去去背，未去背后努力面头前的十四节。用着标杆直跑，为着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内面对顶头吊我来得个奖赏。阿门。
咱看两千当前使徒保罗所讲的话所写的批。我们看使徒保罗他两千多年前所写的书信，各位，伊是被神托付上面这份叫做使徒呢？他是被神托付成为使徒。讲起来啊，人会当对世界上得到上好的这份，大概无比这个较好啦。使徒呢，神的使徒啊。说起来，世上没有比这个职分可以来得更好了。但是灵性美好的保罗。但是这个灵性美好的保罗，伊深深知影，伊所得到的这个七分，本来就不是奖赏啊！大家看得出来无？他知道他得到的职分本来就不是奖赏，所以伊跟大家讲啊，所以他才这里说，伊虽然是使徒啊，但是伊还阁阿未得到任何奖赏啊。虽然他已经是使徒，但是他还没得到任何奖赏。伊原爱无刷向着头前面头前的标杆甲目标来前进。依然要向着前面的标杆来继续奔跑。因为奖赏是未来，不是伊今嘛所得到这啦。因为奖赏是将来的，不是他现在所得到的。安怎讲？怎么说？神赐来这个七分是要做工的呢。神给他这个职分是要来做工。咱想，使徒保罗咧传福音，伊敢传到足欢喜的？使徒保罗难道他传福音，他是传得很开心的吗？虽然那有一个赞美诗讲喜传福音啊，对不？虽然有一首赞美诗是喜传福音。照理讲，咱是应当爱抱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啦。照理说，我们应该抱着甘心乐意的心。但是这项工作真正不简单呢。但是这件工作真的很不简单。来，咱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无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无传福音，我便有灾厄了。我若甘心做这件事，就有赏赐；若无甘心，这人却是已经托付我了。阿门。中间咱看到保罗讲哦，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保罗这里说他是不得已的。来，各位安尼看哈，伊传福音传到足欢喜的吗？我们看这边，难道他传福音是传得很开心吗？耶稣今仔日是无将这个使徒七分给伊，伊敢会足爱伊传福音咩？难道如果神没有把使徒的职分给他，他会喜欢传福音吗？无啦无啦，所以咱在座诸位亲爱基督徒兄弟姊妹啊，你有当时要叫你去分传单，有当时要叫你去访问一寡吼，一直甲你拒绝的人。你就不介意的，要正常安尼听我。就像我们如果去发传单、去访问拒绝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这个是正常的事情。你心内会丢毒，这要搁去，我无啥爱去，这正常安尼听到。你心里犹豫，我到底该不该去？这个是正常的。安怎正常？你这和使徒保罗同款啊，你嘛就不得意的啦。那什么叫正常？因为你跟保罗一样，你也是不得已。你看使徒保罗话信息，以前嘛拢无像咱即马讲叫做假掰嘛，有无？这两个字听有无？即马的话啦吼，一点都不假掰啊！这个保罗他一点都不假掰，伊直接下传教会讲，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呢，我唔是足欢喜传的呢，但是这真托付我呢。他直接写给教会说，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虽然讲过嘛，对咱在座诸位信徒来讲。无迄个介意，无介意的啦。所以我们在座的信徒，我们没有喜不喜欢。对咱来讲，只有对甲唔对的事，只有对跟不对的事，该做甲不该做的事安尼尔。只有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代志啊，你就算足想要做的，你就千万唔通做。不该做的事情，就算你很想做，千万不要做。真该咱有应该做的，就算你足丢毒的、足艰苦的，你嘛应当爱认真去做，就是安尼啊。神说该做的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犹豫，你就应该要去做。这保罗讲，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原来保罗是安尼看待伊家己的职分啊。所以保罗是看待他自己的职分。哼，当这不是我家己要爱啊。他说：“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既然托付我但是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托付我了，虽然原本我自己不是足乐意的，虽然原本我自己并不是很乐意的，但是我甘心
来做这件事。但是我很甘心去做这件事。亲像小弟在做做出来做团队的几冬吼，我常常会讲一寡话，我感觉即马想想的嘛唔对。啊，就像小弟啊，刚出来当传道那几年讲的一些话，我回想也认为不太对。既然是这个场合，我嘛是要讲一遍。但是在这个场合，我依然再说一次。主要说下面话啊，有主耶稣赦免。我唔是就爱做团队，我不是很喜欢当传道。是希望的，我是许愿的。啊，我也真正神个教你搞神事话，我都是心内嘛是足乐意。啊，那因为主耶稣这样子成就，其实我心里不是乐意的。信主三当半，要我四当啊，去神那也报名表，因为那个大帅啊，我都看到啊，佮无上水我赔你钱对无？啊，所以这个信主了三年四年，神学院的这个报名表就看到。我当家洪主要说咩来讲，我上水的时阵哦，我心内是祈祷讲，主啊，你那愿意哦，好我卖掉啦。啊！我送出去报名表，我当下送出去，我是跟神祷告，求神不要让。但是我是知影希望一定爱行，所以我是很心参详讲，卖掉万几重啊！我囡仔要细汉的，背不背几重啊？那我是因为许愿了，但是我当下是希望啊、可以多陪我的小孩多一点。你刚才我一般有背。团队啦，起码八个，我一班啦，感觉。啊，我们同届那一班有八位这个同学。我其中有一个吼，考第六遍啦嘞，考第六遍，我话希望亲像伊安尼。啊，其中有一个他已经考了第六次了，我其实很希望我跟他一样。我跟你讲啊，神有当时会听咱，神有当时嘛不会插人，伊有伊的旨意啦。啊，有时候神会听我们做的。我就安尼一直祈祷去吼。调工棒啊，玲玲啊，吼，那我倒这边就调啊。那我就倒港口诶。啊，我就这样子祷告啊，但是一次啊就上了。你刚才中午就回工啊，你来考这吼，啊来上一调呢，吼，我不出个东西。那个负责人，总会负责人跟我说啊，你已经考上了。我刚才吼，我来讲黑银行，黑银行我伫房间考完太太莫来考。因为我的心情跟他被用鱼去清杀同款，真正被鱼去清杀同款啊！你有了解无？那我当下晚上跟我的太太抱着一起哭，因为我觉得就像被过去要因为小弟的个性是足宅男的，宅男你听有无？因为小弟我的个性也是很宅男。我一直在开邮局的，就是想要开邮局，我去变上班，我连出门都分担啦，出来做头家上好啦。我以前在家里开药局，因为我连想走出去我都不想。哎呀，规工伫厝内陪囡仔陪太太，这是人生上好的事啊！那整天在家里陪小孩陪太太，这是我人生的梦想，就是安尼尔，没有什么大事嘞。我人生的梦想只有这样，没有什么大事。啊，结果你个啥做团队？结果出来当传道，完全和这个生活是颠倒。啊，完全和这个生活是不一样。他先喊伊四当尔，个差不多，厝的时间全部甲。八分之一啊，九分之一啊！光读神学院那四年，在家的时间剩不到八分之一。我讲这不应该讲的是，我嘛是爱个信息讲出来了。哦，虽然这样子说不太对，但是我依然要在。但是做了就甘心做嘛。但是做了就要甘心乐意去做，要认真去做。啊、所以这份对咱领受的人来讲是什么？所以职份对我们领受的人来说是什么？亲像保罗啊，伊感觉这不是奖赏，是责任呢。啊，保罗他认为这不是奖赏，这是责任。亲像这本总会公文来跟咱梅山教会啊，就像这一次总会的公文到梅山教会。咱梅山教会这部经文，佮知影讲哦，咱的志愿兄弟已经被提名，经过三站的审查通过。啊，这个经过总会的审查。三次哦，志源弟兄已经通过了审查。小弟把下咱志源兄弟，我小可讲过一件事。哦，我跟志源弟兄说过一件事情。然后我的结论就是一切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后来的结论就是把一切交托给主耶稣。因为哈、哦，任何真正
态度足认真的人，面对这个气氛，拢会感觉家己不配啦。因为再怎么态度认真的人，面对这样的时分，还是会认为自己，怕讲一旦接受这个指令以后啊，可能一世人做袂着，有可能对神的托付会做袂好，拢是这个心态。啊，担心一旦接受这个职分之后，会一直没有办法啊完成主所托付的。而且这个职分更不是咱个人，更关乎咱厝内人。这个不只是单乎个人或家里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要做得好呢，厝内人要对付出呢，不是他自己要做，而是全家的人都要一起跟他。厝内人爱接受传教会的眼光，家里的人要接受教会的眼光。所以头段小弟讲，我一通过你后转的时候，阮太太咱咧哭，要用清洗啦。所以小弟说，当我被通过的时候，我是跟太太在家里一起哭的。伊是要接受这职分当中，足侪人流目屎流过。其实接受职分当中，很多人他们也是流着。不管在座诸位有欢喜无欢喜，我相信这真正认真咧看待这吼，唔是你去装会。上课，迄要来暗暝即事的人，大家拢摇头夹面的。迄几十年来，大家拢摇头夹面，无一个人笑的呢。所以大家知道，因为要去背案例的人，通常都不是很乐意。那你先理解这个承担本来的担。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承担本来就很沉重。这个博士的职分本来就是另外一种十字架，大家当了解哦。那个仆人的职分。本来就是另外一个十字架。有了这个职分啊，每一遍开会拢爱来呢。有这个职分，每一次开会都要来。像咱调职书，每一遍开会搞呢，就算线上也嘛爱搞呢。对，照实是每一次开会，就算线上他也是会参加。以后联营报道会是定定爱去用派出去协助呢。咱即马总会阁要改革啦吼，以后来当派出去阁会愈强呢。这个联恩会的时候。都会外派出去协助。啊，协助的时阵，伊的工作要安怎，伊的家庭要安怎，就亲像我咧啊，迄个啊，讲好听就是教啊，主要所祈祷啊，讲歹听就是啊，要找爸爸、找翁婿、找无人啊。那这样子，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要怎么办？这种需要如此的精神，都需要更多的精神，如此的付出啊，越多的付出，如此的祈祷来交托。越多的祷告来交托，其实啊，每一个承担这职分的人，一心拢按当初时摩西一心是同款的。每一位要承担这个职分的人，跟当初摩西的心情是一样的。摩西的心情是安怎？摩西的心情是如何的？咱请看古约圣经《民数记》十一章的十四节。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关于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这摩西讲的，算是哪一句话就歹听，慢点嘛啦吼。这句话是摩西说的，下面这句比较难听，就不是念了。连伊啊，连伊年岁这么大，经验这么足啊，搁亲。神驾着耶稣，惊遮济大神者，伊也搁做神情，安尼大家看有无？就算他年纪那么大，经验那么丰富了，就算是他也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情。那个看头前十一节，我们再看头前十一节，看前面的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讲：“你为什么苦待仆人？我为什么无伫你眼前蒙恩？竟然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伫我身上呢？”你想看卖，摩西是你讲吼，你其实叫我做这个职分吼，是对我无好啦。我若真正有恩典吼，卖负担这较有影。摩西其实是对神抱怨，为什么将这个重担放在他身上？一直开始安尼想，他一开始这么想，但是咱们看到神一直向摩西来保证但是神也一直向摩西保证，你烦恼有加。我拢想好啊！你所担心的，我都为你想好。所以我会伫这個过程当中，把一切你所需要的因素甲帮助，一直赐予你。我会在过程当中，把你所需要的
恩典恩赐都赐给你。所以就安尼啊，咱看圣经当中这几事呀，咱得出一个结论来啦。啊，所以看到圣经这么多事迹，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神面头前谦卑的态度，远远赢过服侍的年资。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啊，远胜过服侍的年资。对神来帮助，嘛远远超过任何人所拥有的因素。大家认为是不是？啊，从神来的帮助也远远超过啊。我们的恩赐，这各位啊，都、就是一代人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啦。所以仆人要谦卑顺服的态度。咱所看的不一定是即卖条件，但是咱盼望的是对神来恩典的帮助啦。我们并不是所看他现在的条件，而是看从神而来的帮助。咱讲，这个职分不是奖赏，是十字架。这个职分并不是奖赏，而是一个十字架。啊，你为什么要个选择呢？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选立？当然是为了教会的造就跟发展啊！当然是为了教会的造就和发展。咱当中也有真侪有因素，又搁甘心乐意服侍的一挂同龄。我们当中也有许多有恩赐，也乐意服侍的这个亲。但是啊，现在咱无全部拢提名，咱要提其中一两个。但是为什么不提名全部，要从提名一两个人？咱请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七节。因事原是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嘛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嘛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内面运行一切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予人的好处，阿门。所以哈、哦，照着经文所讲的，所以照着经文所说，咱教会要决定是不是要一挂人来做仆人。教会要决定是否让某些人来担当仆人。这讲的啊，就是要下人得到好处，这个人是教，特别是教会的人啊。啊，说叫人得益处，特别是指教会人。目前咱教会需要，是不是需要这款的人选？我们目前教会的需要，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选？还能教会你刷下来这几单啊，一二十单，会当得到自由跟发展。啊，让教会在几年或者是十几、二十年能得到发展。像你到即马吼，我看足侪同龄跟同工的，拢必修的靠因素。啊、小弟看到某方面都比我较有恩赐啦。啊，看到同龄同工某方面都比我还要有恩赐，更加爱主。也更加爱主。我唔敢讲我是上爱主的，我不敢说我最爱主。但要讲起来嘛，比我更加有资格。啊，说起来，他们比我更有资格。但是神先那边精选小弟，这个无路用的宝剑。但是为什么神拣选小弟这个无用的仆人？一个温存我献身的好善意。允许我来献身服侍他。虽然我唔知影做精算我真正原因是啥，我唔敢妄议啊。我不敢猜说真正拣选我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深深相信主一定美好之意。我深深的相信主有他美好的意思。可能目前的教会有某一寡点，主也做我这个无路用的人会当来服侍伊。可能对于目前教会某一些现况。认为我可以来服侍他。目前这个阶段吼，教会得到一挂好处。啊，目前这个阶段让教会得到某一些好处。所以咱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新的仆人选。对，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新的仆人人选。咱在座诸位主所亲爱，也请在座诸位神所爱的。咱想看这个人选是不是有这款的特质？来思考这个人选是否有这样的特质。不论是咱目前啊，刷起来咱梅山教会，或许为了接下来我们梅山教会，甚至咱无一定啊，是咧咱梅山鸟，对教区来讲，对教会来讲，将来工作有帮助哦，有需要哦。甚至对于这个区，对于总会来说，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帮助？这是他多人所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职事虽然有各种的分别，但是总是要让人得到好处。职事有各样的分别，但是要让人得到好处。那个继续来讲，
那我当时在讲人选的时阵，大家拢会讲到因素在灵啊。那我们谈到了人选，都会提到恩赐跟才能。因素在灵对仆人来讲，敢是足重要的。恩赐跟才能对仆人是很重要的吗？那么恳求在座诸位认真想一下，我们也恳求诸位，我们一起来思考。咱一向所念想的一句话就是：有对一项的恩赐，不是出自神的赏赐吗？或许我们所知道一句话：没有恩赐，不是神所赏赐的。那就小弟讲，我这班辈的啦吼，咱大家拢足够讲道的。就像小弟的同学八个人，难道每一个人都很会讲道？咱大家拢足够处理代志的。有很每一个人都很会处理事情，刚打开龙就爱祈祷诶。难道每个人都很喜欢祷告吗？一人一款性呢？其实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前几天要来协助杨家生传道啊，那就是我一班的。这次来协助的杨家生传道就是我。至少伊有，我甲伊讲啦，伊的优点我要甲伊算，我嘛算未了。其中有一两点我感觉足特殊的。啊，这个他的优点呢很多，但是有一两个我觉得很特殊哦。伊足热心诶，他很热心。我卖讲唱诗啦吼，我奇怪伊啊，随时问人讲啊，你需要载无？啊，我甲你载无？哦，伊会当开三四十分，条件去人载去请人，载倒带咧。嘿，我就无再过来啦。他会问别人说你需不需要载你，然后他就会开车三四十分去载别人。这个安怎做吼？个性真正无同咧。这个再怎么做，这个个性都不一样。我过来，伊就爱很难做伙，他很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啊，这点袂对啦吼，就教会时代啦，好啦，啊，行行行，咱大风嘛，行行行，咱伊就做成，我永远嘛袂无共啊。他就很喜欢呼召这个统领一起去访问。我咧同班内底后尾了，读新学院读甲三年诶，把我看了要转去，因为讲道讲了无多哦，去骂一点钟啦，去背后去啊一堆人骂一点钟啦，伊讲我无适合做团队要带啊。那其中也有人，这个神学院三年级因为讲到不佳被批评，他就想要回去。我卖讲啥物啦，歹势。但是吼，我感觉伊比我较有贴心，比我较温柔，比我阁加有耐心呢。但是我认为他比我更有爱心。啊，比我更温柔啊！大家人的特质都无同，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那来看《古约圣经》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四章八节，第六节啊，四章六节，《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那么就写的啦吼，《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伊对我讲，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别的，万军之耶和华讲。不是我靠势力，不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灵，才会当成事。因为讲我靠我的灵啦、啊。这里说依靠我的灵，最重要的是这个精算啊，伊是不是愿意，是不是真正有定定的我靠神而已。这个人选重要的是是否常常依靠神的灵。但是当时咱讲是安尼讲，咱咧看唔是安尼看。好，但是我们这样说，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看。你看讲，无啦无啦，啊有这个材料无，是有法度无？啊，这就是咱人吼，也阁无度调整甲完全亲像圣经所讲的。那我们会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没有办法调整完全跟圣经的。咱继续过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你甲人无共的是虾米人呢？你有虾米唔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虾米自夸，亲像唔是领受的呢？所以咱这的经文，咱咧想一下。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咱就知影，主耶稣也好，教会也好，爱的仆人是虾米款？主耶稣这个仆人，他的该要怎么样？有恩赐才能，有经验，固然是未歹。他有恩赐，有才能，有经验，他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圣经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恩赐才能做主要的考虑，大家记得不是哦。但是圣经不是将个人的恩赐才能作为主要的考量。一般社会组织选人是用这个条件来选的啦。一般社会上的组织是用这种方式在挑选的。但是咱教会信徒学习的重点，就是他都主要所交代的遐。
啊，但是我们信徒所学习的重点是刚刚所读的，就亲像神呼召摩西出来，像神呼召摩西出来，并不是因为伊特别有因素在灵呢，大家想看卖是不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恩赐才能。咱要讲摩西的因素在灵上好体力上饱的时阵，安尼差不多是几岁？40岁。如果他恩赐才能最好的时候是40岁的时候。无呢，神敢要定，神敢要定，神要用他们。摩西家己看看，别人看看，包括今麦研究圣经的人，迄个时阵上赞啊。这个摩西自己也好，别人也好，都觉得40岁的他是最好的。无啊，拜的拜的赞啊，拜的拜的赞啊，你大家听有无？啊，不好就不好在他很好。因为你个感觉我拢有啊，我会晓，我有经验，就是安尼做。啊，你啥物拢是人的想法，人的才能啊。那你自己把心放伫第几位，唔知影，表面上谁是第一位啦？那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会了，那你会把神放在？啊、所以现在有当时开会去拜冤家，我咧讲啊，大家拢认为我袂晓，绝对袂冤家啦，是不是？那为什么开会开到吵架？如果大家都不认为自己会，小讲内行话，大家听我。那大家拢认为我袂晓，我唔慢吼，绝对袂冤家啦。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一定不会吵。无啦，我出意见出甲会讲，安尼无对，安尼唔对，安尼听无歹，都是因为有意见，安尼听我。就是因为出了一些意见啊，所以才会后来发生。无啦，啊，所以40岁摩西是无要爱呢。40岁的摩西神并不要他。你话搞，你去关情生就好啊，去关情生，这里去旷野去饲牛啦。他说你多厉害，你就去旷野去那里。你明车下本在灵嘛，你双博士、三博士嘛，你靠在家好嘛，你埃及王子嘛，来去饲牛就好啊。他说你的学历很好，条件很好，那你去放羊就好了。然后啊，到80岁的时阵吼，伊也无啥人讲话啦。阿爸无体力精神啊啦，以前学的嘛未起啊，差不多伊啊啦。啊，当他80岁了，这个所学的都忘得差不多了，也跟以前没有那么厉害。对，这个人啊，即摆开会时阵上无意见啦，因为家己拢认为啥物拢袂用，啥物拢无效啊，伊是要出啥物意见，咱大家理解无？那这种人呢，来开会是最不会有意见的。我来，咱的神就是安尼吼，安尼伊会使出啊。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就说你可以出来。因为你这嘛吼，你感觉自己话嘛未晓讲，你感觉自己心嘛心未好，你感觉自己嘛无精神体力，安尼你多好，你上该赞。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你认为那个体力不好了，你就是这个时候最适合。因为这个时阵，你一定敢知一件事，就是恳切祈祷嘞，拜托我，啊，我是什么人？是罗汉都是神的，你有理解无？那只有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要向神来祈求，来真真正正神要爱的仆人是这路型。真正神所要的仆人是这个样子。一直谦卑家己，一直跪在伊面头前，一直咧找求神的意见呢。一直谦卑跪在神的面前，一直祈求的人。咱来看马太福音25:21。我们看马太福音25:21。马太福音25:21。马太福音25:21。主人讲好，你这个有个良心、有个忠心的仆人，你伫无做的代志顶头有忠心，我要甲真侪代志派伊管理，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但遮主要所讲，仆人你要爱是啥物？有个良心，有个忠心，这两个要看的。这里仆人，主人说要的条件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咱再来看23，再讲一遍。所以你看这个条件偌重要。所以23又说了一次。主人讲好啊，你这个良一个良心，一个忠心的仆人，是这两个呢。就是这两个条件，良善是什么？就是要有美好的灵性啦。良善就是要有美好的灵性。忠心是什么？就是爱对神的话语、真理、甲使命忠心啦。忠心是对神的吩咐、神的这个话语要忠心。忠在我这个气氛，
忠于自己的职分。忠于圣经里面我所领受的。啊，忠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然后咱一般所重视的因素才能免烦恼啦。啊，一般的这个恩赐才能不用烦恼。主会在咱服侍过程当中道道加添。主耶稣会在过程服侍的过程慢慢的甚至不一定赐予咱呐，会赐予遐帮助咱的人啊。甚至不一定赐给我们，会赐给那些帮助我们的。甚至神自己来成就啦，想拢想袂到，神自己会成就。啊，所以有咱看到遮济当来咱教会暗面一挂之事啊，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教会所案例的执事，咱看到有人还袂退休，奉献真无。我们看很多人还没有退休，他们也很忙碌。因为伊毋是从事自由业的，所以时间上嘛较无多自主。他不是自由业，所以他时间没有办法。但是伊虽然无闲啊，只要是教会工作，伊就出重视的。虽然他很忙碌，但是只要教会的工作，他非常的重视。当然，相对头，当下伊就是要牺牲一寡家庭的时间，注意。所以相对他要牺牲一些家庭的时间，那个求主纪念。所以妈妈按别过的技术吼来讲，很多我囡仔要细汉哦，啊，唔知以后大汉以后是不是咱主来联姻？那我也遇到执事说他小孩还很小，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教会。知影这囡仔大汉以后是不是当照道理来做？啊，不知道小孩会不会按照道理？我讲啊，那边按你这个标准吼，起码技术按别拢要七十岁以后啊。他说，如果照你的标准，现在按你只是到六七十岁，我啦，我的囡仔要细汉，这个小孩子还很小。当然啦，教会兄弟姊妹拢知影状况，咱着尽本分教训的义感教育，安尼就好。我们教会都知道状况，我们尽本分，用神的话教育他就好了。主安排咱做这人，我也是。有无同的状况啦，吼、啊！主要安排很多人或不同的状况。主要是足够伫真理的解说，都是很会在真理的解说。主要是真够处理众人的事，都是会处理众人的事情。主要是食袂香，但是伊足够接待。有些是这个不会，但很会接待的。啊，有的是足够招呼，替人代祷，爱心关怀，大家人的特质拢无啥共。那有的人是这个很爱心的为人。祷告啊，有的人就是伫个教会内底，就是谦卑安静的好风范啊。有些人是在教会里有谦卑祷告的风范，所以咱发现这几年来，你做这技术啊，拢伫只无同的特点顶头，你做服侍啊，在教会所安立的职事，都在不同的特质上面去服侍，来造就因所属的教会，来造就他们所属的教会。那么为着这个感谢主。为了这些，我们也感谢。那做咱讲到的工作啊，好囡啊，好。我们所说工作也好，或是他的小孩也好，工作不是没条件啊，有一天嘛是爱退休啊，嘛是条件啊。这个工作有一天他也会要退休。囡啊，有一天会大汉，伊家己爱为家己负责啊。小孩有一天会长大，他要为自己来负责。教会你看是啥？咱是不是有教导圣经的方式，甲内底唯一的教育？但是。是不是有按照教那个圣经的话来教育他？所以小弟嘛相信，咱梅山的同龄。小弟也相信梅山的同龄。咱一定有咱属灵地府的判断。我们一定有我们属灵的判断。啊，无论结果是安那，咱拢相信这是主耶稣的旨意。啊，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相信是主耶稣的旨意。想要为他们来讲，这也最重要。最后要讲一个很非常重要，就是基督教会仆人的资格是啥物？就是基督教会仆人的资格是什么？那话给圣经当中对这个仆人属直接的经文。我们对于圣经这个仆人最直接的经文，咱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十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八节到十二节，吼。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做这事的嘛是安尼，必须爱端庄，无依靠勇气，无爱饮酒，无贪不义之财，爱遵着清气的良心，固守正道的恶弊。这款人嘛爱承受试验，若无靠这弊的所在，然后互因做这事，十二节，如这事嘛是安尼。
必须爱端庄，无讲一寡闲话，有节制，凡事中心。即事只爱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甲家己的家。因为先做即事的家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伫基督耶稣内面真道上大有胆量。阿门。这段经文属直接啦。这段经文最直接来讲，即事这个结婚目前结婚的条件。只是这个仆人的职分条件是什么？端庄就是讲吼，爱有好的言语甲行为啊。端庄是指要有好的言语跟行为。当然，这个言语甲行为不是外靠社会标准，是照着圣经内面的标准的。大概言语跟行为不是按着社会上的标准，是按着圣经里面。我依靠勇气，虽然自己也在想啊，这个人是不是定定讲话无实在，还是讲话足实在，但得咱信任。这个一口两舌，这个人呢，说话是不是很实在，值得我们去信任？说起来，公开人啊，都不在话下啊，对不？那一般人心想嘛，别安尼做啊。接下来两样也不在话下，一般信徒也不会这样做。过来清洁良心，只有一对神的代志，是不是有责任啊？要存清洁的良心，他是不是对神的事情有责任？这个良心就是照着神的判断来判断。良心是照着神的判断来判断。咱圣经当中所讲的良心是，是不是会当知影神的是非，照着神所喜爱甲讨厌来判断？这个良心是说，能不能照着神的是非去判断？你若说起来，大家注意吼，这一定要分开。做这事上重要，我感觉即马上重要的，使命是固守真道的奥秘呢。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什么叫真道？时间到，跟咱讲一句话。什么叫做得救的道理要清楚啦？什么叫真道？就是得救的道理要清楚。爱分辨呐、啊。要分辨。什么是咱应当爱相信？什么不是咱爱相信的？这一清二楚。什么是我们要相信的？不该相信的要一清二楚。所以啊，咱跟咱讲，像咱的十大教义、十大教条、五大教义，这一定爱坚守、爱清楚啊！最基本的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这个都要非常清楚，要坚守。是，也当分辨什么是得救的教会，这爱足清楚的呢。要能分辨什么是得救的教会，这是职事上重要的责任。这个是执事最重要的责任。那无时间啊，那无过等于现书道行端第一章到第六章，话讲执事是管饭食，迄完全唔对啦，是安尼啦。没时间，因为使徒行传一到六章说执事是管饭食的，其实是不对的。那个经文原文不是安尼啦，经文原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吼，这那我出去。教会派小弟去按领这事的时阵，这几单我去按领这事，我就会讲遐的道理。如果出去案例指示我都会讲这些道理。这事会使插教会所有的事，包括饭食，但是伊唔是只来管饭食。指示可以管教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饭食，但是他不是专门管饭食。因为这事上重要的事是固守真道。因为只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固守真道的。阿边啊，固守家己的一清二楚，爱好所有的兄弟姊妹知影这几个榜样。要让自己清楚知道，并且要牧养，让弟兄姐妹清楚。阿嘛爱遐阿边信主的人知影，这几个宣道啦。也要让不认识主的人知道，这就是宣道的。所以这书是爱来执行牧养跟宣道的人。对，只是他需要执行牧养跟宣道的责任。所以他讲这就是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十字架。所以咱真正要想，爱想讲，今麦咱要选的人选是不是符合这条件？这就重要的啦，不是小弟一开始讲遐哇塞的物件。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人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条件？上落尾咱去讲到，讲到咱其他足侪同龄。我们再讲一些有些其他的同龄。有些人咧，一个人就讲，这侪人咱教会嘛符合这个资格啊。那我们会说，有些教会的人也符合这些条件。即马是安那个提名这几个，无提名遐其他诶。为什么只提名这几个，不提名其他的人？所以咱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个教会当中，爱主愿意做同龄，拢有这个机会。每一位爱主的统领都有这样的机会，嘛不是绝对比较差，
也不是他比较差，是圣灵运行之下，有的人先去被呼召出来，是圣灵的运行之下，有些人先被呼召而已。就亲像咱知影使徒保罗是主前五年生，让大家所误会啦。我们知道保罗在主前五年所生的，他大耶稣是五岁。使徒约翰啊，大概是主后六年生，兼耶稣六岁。使徒约翰是主后六年所生的，所以保罗比约翰大十一岁呢。所以保罗比约翰还要大十一岁。但是较少年约翰先去用火吊出来做服侍，是不是？但是这个约翰是比较先被呼召出来当时。保罗虽然年纪较长，保罗虽然年纪比较大，伊嘛慢足济当甲去用火吊出来，他也慢了很多年才被呼召出来。这个年纪较大，较慢火吊出来，伊做服侍嘛无比约翰佫较少呢。但是他年纪比较大，呼召出来，他做的没有比约翰还要少。佮后来咱对圣经读到使徒彼得。那我们后来读到使徒彼得，年纪上大，年纪最大，伊嘛无轻看后来服侍年资较短的保罗，他也不轻看这个服侍年资比较短的保罗，甚至伊无计较之前保罗伫众人面头前，这比伊无符合道理的所在，他也不去计较，伊扣分的就无简单的做纪念啦。他不计较保罗曾经在众人面前指责他 不符合道理。所以使徒彼得伊家才讲，好啦，伊阿妈过去是安那无重要，重要的是照耶稣基督的交代，伊有符合无？这是彼得伊考虑的使命啦。他彼得只在意有没有符合这个主耶稣他所要的。所以个免的教会其他的同龄工。迄个保罗啊，你嘛爱特别爱听伊的话，因为有改进的因素。这个他都勉励弟兄姐妹要听从保罗，因为他有解经的恩赐。所以咱相信咱当中嘛，足侪人其实讲起来嘛符合这个资格啦。那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也符合这样子的资格。但是咱目前刚提名一挂人，是因为咱看到即卖需要，都时机到安尼呢。我们是修订其他的动力。好，我们提名某些人是因为时机的适合，不是因为否定其他的人。那么相信咱在座诸位爱做兄弟姊妹，一定会照着咱智慧的判断，照着神的意思来做出决定。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按着我们智慧的判断能够推选出适合的人。咱早起就分享到这啦吼。早上就分享到，能够先把聚会的书来做一个完成，先将聚会程序来完成。咱今天到这，做一个唱诗，我们来唱诗。